房产证，可我没买过房呀。可能是男方买的，加了你的名字，想跟你结婚吧。可是我们俩已经分手了。谢谢你给我买的花。怎么羡慕啊？你要什么我不给你买，一会儿我就去给你买新年礼盒。哥哥哥哥，给姐姐买束花吧，好好看啊。谢谢啊，不用了。买花有什么用啊？过两天咱俩三周年纪念日，我肯定给你准备个 big surprise。我俩存的买车钱哪去了？我接小美了，她跟女生在南京不容易，作为发小我不能不帮。她不容易我就容易了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上下班要4个小时，我做梦都想买辆车。好了，人家又不是不还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漠？你今天不是夜班吗？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我不干了，我好歹大学毕业的，那工作太掉价了，累死。可你这工作怎么说也6000一个月，你说不干就不干也太冲动了，咱俩还得攒钱付首付呢。钱钱钱，你就知道钱，你根本不懂我。喂，韩叔，我两点有个重要会议，你能帮我把家里茶几上的文件拿一下吗？我在忙呢，你自己回去拿一下吧。雨群。安云海，我有急事，莲花星辰家园。你好，吉利，去莲花星辰家园。莲花星辰家园开始为您导航。哎，这个还挺方便这个。它还有 RPA 遥控自动泊车功能，你用手机控制车子泊入泊出，有券你可以试试看。好呀，正好我最近有买车的打算。那这台吉利星瑞你可以考虑一下。嗯，谢谢你啊。举手之劳嘛。拜拜。拜拜。这就是你说的重要会议啊？我说你最近怎么嫌我这儿嫌我那儿的，原来是早就外面有人了。你误会了，我很着急，现在没空和你解释。误会？你当我傻子吗？够了，你不傻是我傻，傻到以为你会改，傻到以为自己对你很重要，甚至傻到以为你就是可以给我未来的人。我们分手吧，我等不到你长大了。雨荨，原来是我不够成熟，现在我房子车子都有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好的，我给你买房了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雨荨，走吧，爸妈在下面等你了。走吧。哎，送这么多？好了没有啊？催什么催啊？第一次去拜访的姐姐，总不能空手吧？都几点了？能不能快一点？行，我先走。云海，你死定了！来来来，吃水果。谢谢姐姐。雨荨，你吃啊，别拘谨啊。宝贝，我能吃吗？啊？你吃啊，问我干什么？哎，雨荨，你干嘛呢？云海说我不干完活就不准吃东西。云海，你说什么？我没有。哎，别烫。哎，云海，你别打我，我错了。云海。没事的，姐姐，在家我都习惯了。你习惯什么了？姐，你别听他，他演戏呢。演戏？你演一个给我看看。我没有，他就是演戏，什么推锅了？就是他演戏呢。小兔崽子，我没有。姐姐，其实他对我还挺好的，就是时不时会动手打人了，是吧？说说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你终于回来了，他们和我欺负我。哎，没事啊，老婆，我键盘都准备好了。云海，快给雨荨道歉！我，你，哎，干嘛干嘛？我没有，他就雨荨，别怕，赶紧姐夫好好跟他聊聊。赶紧跪下，快跪下！你敢欺负雨荨？姐姐姐夫，你俩都消消气。我听说你们都喜欢吃麦当劳，所以来之前特意在线上下单了这个55金拱门桶。来，快吃点。还是我们家雨荨懂事，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白眼狼了？不是，刚雨荨还告诉我，12月28号到30号去麦当劳抖金店直播间购买第一桶金，买一送一，咱也快去直播间捞金吧。买好了，31号记得去门店核销哦，讨个新年好彩头。你还有脸吃？找个跟雨荨道歉。雨荨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没事，我原谅你了。拜拜，茶妹妹，拜拜。雨荨，你给我滚！